理解 ChatGPT 的逻辑，并运用它来创作专业的简报，可以遵循以下步骤。首先，熟悉 ChatGPT 的功能和限制。其次，明确简报的目标和观众。ChatGPT 可以提供文本生成和创意辅助，但您需要确定您想要传达的寄息和目标观众的需求，并运用 ChatGPT 来补充和增强您的内容。第三，对 ChatGPT 的回应进行适当的选择和调整。ChatGPT 的回答可能是基于统计和频率，有时可能不够精确或适合特定场景。您可以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，从 ChatGPT 的回答中挑选和修改最适合的部分。综上所述，了解 ChatGPT 的逻辑并应用它来创作专业的简报，需要熟悉其功能和限制，明确简报目标，适当调整 ChatGPT 的回应，并持续学习和改进。融合 ChatGPT 的能力和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可以提升简报的质量和专业性。麻烦请调整一下，把第六页搬到第四页。然后接下来认识了安非他命，然后我们才来去看安非他命的种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整个逻辑的顺序里面，这样子才是比较合逻辑的。所以你透过这样简报的直接翻译，是不是就很快的去调整？未必 ChatGPT 给我们的逻辑是正确的，同意吗？在这个地方，我就认为说，这个第四页应该要先认识安非他命。安非他命是什么？好，变成我必须要先问他，就第六页吧，我就直接问第六页的认识安非他命。那安非他命是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讲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他少了这一段很重要的资讯，所以我先复制然后重新整理，回到他的下面重新打进去。好，所以第一句是不是应该放这一句？哦，原来这就是安非他命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贴上，我觉得这样才会比较完整。然后他说这是一类兴奋剂的毒品，然后又称为叫冰毒。哦，原来刚刚的社会新闻这边不是有看到一个冰毒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要是没有介绍冰毒，就是安非他命，那你看到这边不就产生了逻辑的一个错误吗？像我刚刚我就听不懂什么叫做冰毒，对不对？ ChatGPT 它没办法帮你排有效的这个逻辑性，只能靠我们自己。好，那我这边我就不请你们去调整了，但是这个我先保留，因为等一下我最后 summary 的时候我要讲这个逻辑的顺序，这是目前暂时做不到，但不见得六个月之后做不到哦，所以这点要请各位一定要知道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介绍它的外观气味这些都是很好的，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学生警惕安非他命的隐蔽性和危险性，其实这句话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这边我只是先打一个问号。好了，那所以针对第六项这样子的内容，我就要请你们仿照刚刚的第五页来去调整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是回家作业，这不是现在我们要来做，因为我们要继续来往下来去谈。